神舟十三号，我是北京。神舟十三号吗？通报座舱环境及身体状况。神舟十三号，明白。航天员感觉良好，完毕。长征二号号遥十三火箭已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，翻板展开，工作正常。我宣布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